自然浇水，那么总有吹动半青顶红的风。安吉君，今生有何欢呼？去请左平路一个个用来的本主尊严。金狼是虎精，受两人精通一身，也岂无办法？有失败路。这是心性，人无失败，要分交送。难道红盖手底下用来进行什么任务？小不过会，东楚鬼用官斩尽逼近红盖，在哄他离开之时，咱再也提来争的对象分。因此现在可能以他人恭维，你目前进行什么任务，我完全不知情，也与红盖无关。原来如此，贫僧交见过吗？是，两位本座有事相同。小事，本座希望您谅解，令这座寺庙惊弓丢魂。贫僧的意思是为重塑这个体系，不宜进入水。您谅解安的够吗？惊弓丢魂的个性，我想请了解。不过只要办得十分的凶手，一手还有惊鸿丢魂的名牌，这点有所困难。如果能得到名牌，有几分成？有无名牌最迟只有六分成。不过就可以和阮充足的时间慢慢塑造，有可能达到八分。好吧，六分就六分。十天之内，请你务必完成此事。我的尽力之为不过，怎样？完成此事之后，请贤尊令封阮为当武令。但令完成之后再说吧。你两人怎样来告封官？当初为了一地惊鸿丢魂，我便让众人能前来封盖。但凡一切顺利，就很教唆我先离开了。我来五桥红顶，因我十分相信我之岁数，必定要去找出鬼用官究竟。我必须赶在一之前将人除掉。安吉君，小哈在。我要闭关静思，在这段期间之内，不见任何人，你切记。属下明白。速去鬼用官。公主回来了，事情如何？皇帝何时会转皇位？不用心急，我给发文将他调回，不久之后恁兄弟就可以见面了。非常感谢你，不用睡下，这只是举手之劳。公主，就何时要准备酒菜？不用了，我有事在心。一手将你放开，你别离开。是，我要拜访好友，兼顾你放心吧。我还在你已经红离婚见面之前赶回。鬼王官，严尊啊，你休搞我团圆了。任务因何失败？我本来已经停住这秒主牌震动，
是在半途却被人击中了，被何人所击？不相信吗？不过此人小气叮当，生得面目狰狞，粗鄙大恶，令我在一披红熊受到这些冤祸呢？是莫亏秋花吗？应该不是，因为只有击人，并无杀人的意思呢。有这件事，天机也要庆祝这名左派战斗啊！哦，有天机，难道敖勇世家也有意刀口摸亏吗？敖勇世家应该不是这个用意。我晓得了，魏文官，就小人蒙欺，千万不可留下比红盖关系。我明白了，这个人的身份是否需要我调查呢？不用，你速速进行这件任务，帮助王中人夺取何必龙军之猛劲，最惊呼王中人，然后你再说服一刀客猛劲，将他将你引进。是，所以有困难吗？现在你也明白了，一定要随雄是三多派激情，因此我母亲上昆都山，我一定有命离开了，我就死在伊亚苏的手下，现在的任务要我完成了。好吧，我就做你一臂之力，你尽管雄心变心，就是你比伊亚苏当兵就王塞之毒，我自然的做你的心，多谢贤尊了。去吧。